凌晨一点，雷霆八八一新闻报道。现在由朱启谦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凌晨一点十分或之前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超强台风山竹目前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410公里，山竹环流广阔，风势猛烈，继续迅速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构成严重威胁。天文台话，星期日本港天气恶劣，风势迅速增强，有频密狂风大雨，海面有巨浪和涌浪。天文台预料受到风暴潮影响，维多利亚港的海水高度会在今日下午两点至六点期间上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3.5米，大澳的海水高度会今日下午三点至晚上八点期间上升至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4米。海水上涨可能会引致低洼地区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一时特别的消息，天文台在凌晨一时十分发出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在凌晨一时十分发出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最新风暴消息，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上午一时十分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请在烈风吹袭之前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时应注意的事项，在烈风吹袭前应先做妥一切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上，万一玻璃破裂亦可以减少损伤。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以免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光管招牌的物主请截断招牌的电源，请将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地方。受风暴潮影响，低洼地区可能出现严重淹浸或海水倒灌，市民应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及远离危险地方。如情况许可，市民应尽早回家，避免逗留在街上。请留意电台、电视台或浏览香港天文台网页及流动应用程式有关风暴的最新消息。基于安全理由，建议市民取消所有户外活动，请为有需要人士包括长者及不良于行者提供适当支援。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凌晨一点半，天文台最新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告，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一时，超强台风山竹集结在香港以东南约410公里，即是北纬19.7度、东经11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30公里，而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山竹继续稳定地移向广东西部沿岸，靠近香港，对本港构成相当大的威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山竹会在今日中午前后最接近珠三角一带，本港风力将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而考虑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需提高警惕。山竹横流广阔，风势猛烈，其外围雨带已开始影响香港，本地风力亦已逐渐增强，高地已吹烈风，本港天气今日会迅速转坏，有频密狂风大雨，海面有巨浪及涌浪。预料受风暴潮影响，维多利亚港的海水高度会在今日下午两点至六点期间上涨至海图基准表以上约3.5米或者更高，而大澳的海水高度会在今日下午三点至八点上涨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4米或更高。海水上涨可能会引致低洼地区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特别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环南岛及西贡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3、58及4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92、65及72公里。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时下凌晨的两点，雷霆881新闻报道。现在由朱启谦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1:10发出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李淑明预料，超强台风山竹中午之前后，在中午前后最接近珠三角一带，本地风力将会进一步增强，会视乎风力考虑是否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山竹咧会在今日中午前后咧系最接近珠三角一带，本地的风力咧将会系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考虑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所以市民咧需要提高警惕。其实山竹的外围环流咧系非常之广阔嘅，加上咧佢系风势猛烈，所以咧就会对我哋咧系造成相当大嘅威胁嘅。其实咧佢嘅外围雨带咧已经开始影响紧香港噶啦。咁本地嘅风力咧亦都系逐渐增强，高地咧已经吹紧烈风。我哋预计咧今日咧天气会迅速转坏，有频密嘅狂风大雨，而海咧有巨浪同埋涌浪嘅。加上咧，由山竹带嚟嘅风暴潮咧，会为我哋带嚟海水嘅上涨啦，海水位嘅上涨啦，而会造成咧低洼嘅地区咧会出现严重嘅水浸。所以咧喺呢度咧，天文台系作出特别嘅呼吁，市民咧应该要远离岸边，并且系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动。海事处宣布，位于南北勒海峡、土瓜湾和屯门的避风塘现已告满，请本地船只使用其他避风塘。澳门气象局在凌晨两点改发8号东北风球，并会在早上考虑改发9号风球。超强台风山竹目前集结在澳门东南大约430公里，预料今日下午最接近澳门，在澳门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当地气象局今日发出红色风暴潮警告，德瓦地区今日中午至晚间会可能有1.5米至2.5米严重水浸。澳门警方启动低洼地区疏散撤离计划，开放16个避险中心，预料最少有21,000人受影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风势显著增强，吹烈风程度东北风，渐转吹暴风程度东南风，离岸及高地吹飓风，密云有频密狂风大雨及雷暴，有风暴潮，海有巨浪及涌浪，气温介乎25至32度。天气展望，星期一仍有狂风大骤雨，稍后风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天文台最新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告，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两时，超强台风山竹集结在香港以东南约390公里，即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16.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30公里，而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山竹继续稳定地移向广东西部沿岸，靠近香港，对本港构成相当大的威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山竹会在今日中午前后最接近珠三角一带，本港风力将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而考虑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的警告信号，市民需提高警惕。山竹横流广阔，风势猛烈，其外围雨带已开始影响香港，本地风力亦已逐渐增强，高地已吹烈风，
本港天气今日会迅速转坏，有频密狂风大雨，海面有巨浪及涌浪。预料受风暴潮影响，维多利亚港的海水高度会在今日下午两点至六点期间上涨至海图基准表以上约 3.5 米或者更高，而大澳的海水高度会在今日下午3点至8点上涨至海图基准面以上约4米或更高，海水上涨可能会引致低洼地区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特别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环南岛及长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7、66及50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99、83及69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电台、电视台或浏览香港天文台网页及流动应用程式。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